脚，小心惹祸上身。其他的工人看到，我再也回不了。打一次，打一次。嘿，哦，纳税了，对，法律明令禁止，真的没办法随便做。上班刚进办公室到，打不到工资都。叫做这个是辟邪的意思。如果是女生呢？如果是可以摸旁边的男人，可以啊。这个就是什么？拍照，拍照，可以拆成一点吗？诅咒你进棺材，还标女性。这里喂，是的，对，我刚刚的意思。你们是长着方形的。这个手势是什么？就代表他的全垒打 racing 有没有？哦，收视率飙高了，飙高了吗？啊，萨兰比斯塔 baby， 红不浪，红不浪，全垒打。所以你看到这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他特定的手指头的语言，对，不能乱比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像这个就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嘛，这样有没有？就唱，耶，这个 OK 吧？我为什么会讲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很重要哦。哎，这个是什么 ？Victory， 胜利，胜利 ，Win， 这样是 asshole， 真香，有点 kiss my ass， 杂事哦，有一点有一种这种 feel 啊，因为最近这个手势也很有上新闻嘛。对，如果再加舌头的话，舌哎就是你讨厌。没有啦，是吗？没有，他们应该懂了。OK，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，把他们这个国家里面啊，他们这个有禁忌的这个手势，哎，讲出来，所以你到哪里千万不要犯了人家的错，好吧？欢迎魏嘉德，魏嘉德，哎，我先来比好不好？好，往前，我再做一次，哦，这个我看过，一定要左手吗？左手不一定，右手也可以。其实右手啊，我知道你配一个那个，不是，赵哥，不是，怎么录嘛？这个应该，这个我在马路上有看到，吵架的时候用。哎 ，Get out of my way， 是叫对方滚开，去死的意思。Get out of my way， 差不多。而且是一定要这样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有台湾朋友一个艺人，他去意大利的时候，他竟然要礼让，就是要让车走。他说。走，唱不行。没想到到红绿灯，司机下车，然后开始跟他吵架。哎呦！可是他们不会讲意大利语，他打给我，我必须要解释给他听。这个不是叫他去死的意思。哎呦，行走，没礼貌。对，所以要小心哦，意大利不能这样比哦。如果要说走是，对，你谁要翻译？那就是要学凡哥了，这走，可以啊，走这边，走那边，走哪边？所以对他有一个角度了，感觉有一个对。然后你刚刚说没错，那个手要就是翻开，对，往上就 OK 了。对，可是如果这样就很没有礼貌哦。但是哈，各位，今天呢，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手势会比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要不出错。只有一个好办法，你看，如果你比的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像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的表情是微笑是永远最好的化妆，对 ，smile， yeah， the best makeup is smile， 有没有？所以你看，如果你是这样，然后面带着。谢哥，好像白痴一样，去死，更冤，对，这种感觉他可能好像是对的，这样，也许他们还是会不爽，他们就会在。但会好一点嘛，会好一点，会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再来，还有什么？再来这个，我们看一下哦。这个正确的比法是这样子。我猜测看看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对不对？我已经满了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比我多。因为我已经满了，买了。某种程度确实是满的意思，真的哦，好会猜哦，厉害哦，这样能，但是也不是好的意思，你们觉得这什么意思？这样子，我受够了，胀的意思吗？应该是跟奶头的搞错。哦 ，I see， 他刚刚有说满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容忍度已经满了，我已经受够了 ，I can bear anymore， 就是我受不了你 ，enough， 受不了了 ，enough。但是这个跟另外一个很容易搞混呢，就是这个。
因为这个是饿了，饿了。所以我有一个法国朋友，他去意大利餐厅，他跟店员说：“我饿了。”他要炫耀一下当天早上学到的手势。哦，没想到那个店员掉头走人。怎么了？然后那个经理出来，因为他觉得说被得罪了，因为他说我受不了你，他是比下啊，比错了，他比错了，就是要位置比错了，所以要小心哦。这样在肚子就是我饿了，在上面的就是我受不了你，你要我去死。啊，这个意大利人很凶的，那可以，那可以融合，就是说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太没有礼貌了，这样子好一点。就是我受够你了，对，对对对对啊，很好用，因为意大利的那 mafia 很多，真的真的蛮多的，这由罗马街头上，因为他们要承揽那个旅游嘛，他们都是黑社会垄断，两个然后来拉我们的客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有一个然后就过来，一看哇，黑社会过来了，那他就啪啪要跑掉。问题是我们已经给他一点点小费了，想说已经要跟这个合作，他带我们看教堂看什么什么，那怎么办？结果呢，他拿了这个，当然只有20块美金啊，不是很多，啪他就跑掉了。问题是我们在问话问一半，你跑掉了，原来旁边过来的 意大利话我们那听不懂。好啊，这两个过来，一个光头的就跟他讲了一个去抄家伙，去拿枪。哎呦，我们一看就知道那个手势怎么比，那手势怎么比？这样，你猜？哎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嗯，这样太明显了，太明显。对，他是这样。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样。而且是有比这个。放在这里。哎呦 ，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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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， 这样比唱，我们吓都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好危险哦。对呀，对呀。其实意大利手势很多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有 mafia， 所以必须要说很多东西，但是不要让别人听到，所以我们才有很多的手势。对，所以他总不能比唱，人家要看到。对，太明显。比在这里嘛，比在这里。那我远远就看到了。哇，还好我们自己有带那个 AK-47。喂，不要乱讲啊！不要没有了。乱来，我们有带 AKB48 哦，的照片哦，那照片哦，那大家都喜欢嘛，美女，真的稍微太硬了一点 ，AKB 哎，不是 AK40，好，你这个呢？你这个，我们这样这个好了，这个很容易就是搞不懂，我先比给你们看哦，拍照，对，这个不是脑，拍照手势。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暗示，但是比身体的一个部分。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比女人的屁股。打量女生，对不对？不是打量，但是确实是屁股，但是不管男女就是屁股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们猜看看，如果我比这样子。很好看，就是没有的。在应该是说肥女人。然后他这个可以大可想，大可想。哎哎，这个是大象。这个意思是，哇，这真的很令人愤怒哎。这个意思是，我要把你的屁股，我要踹开你的屁股，我要把你的屁股踹开，就裂开。Kick your ass， 这样子。对。那这个有一种威胁你的意思。像我一个朋友，一个中国朋友，他去意大利的水果行，他买一个西瓜，然后老板，这么我是说真的，真的故事。然后老板娘跟他说你要多大，他就说。嗯，差不多。他那个老板娘是道地的罗马人，他开始用罗马话就大骂特骂他，然后我在外面我听到很大的声音，他说这个中国人来这边骂我，他在干什么？我说他哪有骂你？他说他比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他就是要跟你说他要这么大的一个西瓜，对，所以不要乱比，这个很危险，甚至有可能被告，所以要小心。这个更有趣，先不要看哦，先不要拍他，我来比就好了，你来比。Michael， 这个到处都是一样的动作吗？对啊，是 OK 的。那个他当时学我们意大利人，这是我们意大利人发明的，这个什么意思呢 ？Michael 是学你抓的很大力耶。你这个有用感情在抓哎，我会不会破掉？这个叫做。这个是辟邪的意思。辟邪。对，如果我们在走在马路上，突然看到一只黑猫，我们觉得不吉利，所以我们就。如果是女生呢？如果去意大利一定会有福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摸旁边的男人的蛋蛋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以啊。对，但是真的吗？
没有，有一个前提，你必须要认识这个男人。你不要认识，而且你必须要面带微笑。对，我认真。微笑哥，我是亲你大妞，就大妞礼貌。但是有很多女人现在就算没有蛋蛋，他们还是会抓一下。哦，抓那个意思就好了。哦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现在在室内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突然有一个人他撑伞，哎呦，我们觉得室内撑伞是不好的，所以一定要抓一下。哦，就这样抓一下。我们有很多迷信的地方。哦。对。如果今天是在意大利节目，然后有人穿紫色的，哦，也不行，要抓一下，也抓一下，抓一下。那我们生活在台北，应该一路上都有。抓抓抓！我们另外还有另外一个，如果我们看到灵车，但是里面没有东西，是空的，要抓。也要抓。如果在意大利的话，然后跟一个意大利女生约会。穿着紫色的衣服，我就可以这样子对他。对呀，因为我刚刚说紫色就是在演艺圈，演艺圈而已。哦，所以大家你看我们这一堆紫色，害我吓得。对呀，你想要抓？哇，你看这个是意大利的，来，我们再来看别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手势，哎，巴，哦，哎，巴西是不是有巫师？有类似的，有类似的。How high he would fly？ 好，请。你干嘛叫那么大声啊？假嗨啊！就非常 rock 的感觉嘛。我们也要配合。我们已经做 ending 了，哇！这一首叫 Which Woman 是 Eagles 的歌。对 ，Eagles 的歌。这个，就是很配合的这个歌，对不对 ？Rock， 因为这个大家以为是 rock 的歌。对啊 ，rock 就很 rock 啊。对，在巴西完全不是。你们猜猜看，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。可是你先不要讲哦，这个是不是 Illuminati？ 哦，没有吧？哎，因为现在说这个是那个秘密社会，就是做这个的话，就是代表。哦 ，no， 这个是喜欢宠物的人，喜欢宠物的人。I have a poodle。我有一只斗牛，有没有？这像不像斗牛？是这样吧？但是我拍照我都唱哎 ，Love and Peace，I love you， 没有 Love and Peace 是这样子 ，No， 在巴西是这样子 ，No， I love you，Love and Peace，Rock and Roll 是 Love and Peace， 没错，对 ，Rock and Roll 跟 Love and Peace， 多一根手指，对，啊这个收起来，哦是这样啊，这个是巴西完全不对，不是，我如果对你做这个姿势，哎，这个戴绿帽，你戴绿帽，戴绿帽的意思是你戴绿帽，大戴绿帽，啊，或者也可以用这个来欺负人家，我帮你戴绿帽，没，我就是告诉你，你就是被劈腿了，哦，就是告知的意思，对，不一样，告诉人，不一样，这样，我单身，哦，不惨，就是说你有女朋友的状态，我就是单身，然后我就代表了，我跟你讲嘛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如果要讲更清楚，是你帮他戴的，哦，是这样，那太清楚了，太清楚，那太清楚。这个叫戴绿帽啊，而且它的原因很特别，我其实有三个原因，哎，还有第一个原因在巴西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他们发现在农场哦，那一些公牛，跟另外一个公牛，他们要打架的时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交配，为了母牛跟那个快递。后来他们发现就是如果 A 公牛被 B 公牛的那个 horn 这样子抓。啊，对，其他的母公牛就完全不会再理他哦，因为他输了，受伤了，他输了 ，loser， 太就代表他没有力，弱弱的，其他的母牛对他没有兴趣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巴西的意思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那个欧洲的中世纪的时候啊，很久以前，哎，如果一个男生被劈腿，我如果被劈腿，我就必须要把那个女生跟那个 lover。杀掉，我就必须要杀掉了，必须呀。我如果输的话，我如果没有把他们的那个杀掉了，我就会被戴着一个帽子，上面有一个 horn， 然后就可以被大家狂笑，被大家笑，哈哈哈，你被劈腿。然后第三个原因是什么？中古世纪他是要比剑啦，比剑就你有西洋剑嘛，看谁比较，看谁。他欧洲的话，然后就说。你是不是偷我老婆或偷我女朋友？然后 Yes I do。我们再来比剑，你跟我比剑。来，然后他就很气死了，你好贱哦！他讲西洋贱人，没有了，抓了两个人就要决斗哦，决斗就拿西洋剑，然后两个在拉拉拉拉拉拉。那拉到对方死掉这样，剑走。对，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个就不知道。哎，可是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这个是最正，这是最正确的。这个是跟希腊有关系的。哎，希腊。希腊。希腊的那个神叫宙斯。
是有事，可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他非常的花心，他一直爱劈腿，他的老婆叫伊人，他是这么劈腿呢？他每一次要劈腿的时候，他是假装是一个公牛，然后在 Hero 的面前这样子走路，然后 Hero 就觉得哦，这个公牛而已啊，然后他就是跑出去劈腿，所以这个就是。算是劈腿 cosplay 就对了，没错。哦，宙斯喜欢 cosplay， 所以他这个有这个故事就对了。所以杖就代表是劈腿的意思。可是为什么这个在巴西非常的严重？哎，哦，就可以打起来的感觉哦。我来说一个故事好了。以前在巴西的一个酒吧，就是我们七个朋友出去，吃吃喝喝啊。然后其中有个情侣在那边，就是男女朋友。然后就是隔壁的桌子有一群男生哦，在那边就是喝酒。那我们的这个女生朋友出去喝酒，去一个吧台去拿一瓶酒，这边的男生就过去了打散，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哦没有不好意思我有男朋友在我们这边，然后那个男生听到就不爽就回去了，结果呢我们就去跳舞的时候，那些男生就开始对那个男的，就是这个女生的男朋友，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对呛他，那因为我们巴西人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，挑衅。所以那个男生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说你如果今天不在，这个女生就被我们把。哦，就是同时间骂男生跟骂女生的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千万在巴西不要做，这个很挑衅哦。但是我们在巴拉圭跟他们差不多，就在隔壁而已啊。对啊，对，巴拉圭就是如果我们避这个的意思是。我跟你的女朋友有关系，对，而且因为那个手势，你知道我们意大利跟德国有一段时间是断交，因为我们以前不是一个很白痴很白目的一个总理叫做贝尔鲁斯科，大家应该知道他去那个德国找那个梅尔克，在梅尔克的头上比这个东西，他觉得好玩这样子啊，因为德国没有这个手势他们不懂，可是后来那个梅尔克的团队去查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非常生气，因为这件事他们就大概两三个月都没有那个来往，都没有讲话，所以还蛮严重的。所以那个太白目了，这个不要乱，对，这不要乱摆。哦，对太呛了吧？你看这个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，我觉得这个是哦，这个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美国也很流行啊。美国很流行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 ？Kiss my ass，Kiss my ass 吗？骗人的，你们觉得这不是？我觉得不是，在意大利就是偷小朋友的鼻子来玩。对啊，哦，就是巴拉圭一样，鼻子不见了，对对。然后小朋友会以为鼻子不见了，他会哭。哦，所以这鼻子不见了，我哭好多，这么幼稚啊！小朋友这么幼稚，你有看过这个影片吗？没有，这个就在美国，我看没有，现在很流行的就是骗小朋友嘛，小朋友在那边是，哎，我要拿你的鼻子哦。然后小朋友看到现实，但会以为鼻子真的不见了，会大哭。啊，这个手势就跟这一种一样嘛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小时候有玩。好类似，就跟这个一样嘛。对对对，哦，可是在巴西意思也不一样的。哎，哦，巴西的意思是什么？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，或者去祝你好运。Good luck， 好的 ，Good luck， 这是 Good luck， 真的是 Good luck， 跟德国很像。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跟台湾真的差很多？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刚好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中文也不好，到现在中文也不好了，不是哪时候更差？是，然后就是陪朋友去看。我才在想说你的中文什么时候有好过？才多久了哈？你的重音还是没有放在很重，跟赵哥一样。很会，很会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重拍哦，四声哦，然后我们再来哦，就是有一次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放弃自己好不好？不要放弃治疗了，反正我就是陪我朋友去医院嘛，因为他的爸爸刚好就是开刀啊，然后就是在那边休息，然后是陪他就是所有家人在那边亲戚什么的，然后就自我介绍是吴阳什么什么，然后哎，可是我不太会讲话啊，所以我就是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爸爸说加油。超白目的，爸爸马上冲进去加护病房，看到这个手势直接牙疼。我那个气氛整个都改变了，而且你又那么大声，加油，加油嘛！对，然后他我朋友的哥哥这次不用就打了我的肩膀，然后大家就很凶的样子。你干嘛在羞辱我爸？为什么要对我爸爸这样子？然后跟我朋友说你这个外国朋友真的没有什么水准啊，好没有礼貌什么的，就骂了一大堆，然后就中文不好嘛，我说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然后他跟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爸爸这样子做？保护啊！哦 ，good luck， good luck， 保护，勇敢，保护。他们一直都不相信。后来他们就是在那个插网络去插这个在巴西，才知道真的是 OK 的。哦，这张我终于懂了。第三张板子就是你个人的状态，一律不要去。
没有啊，就你自己嘛。啊，这个因为宅巴西，要不然会有很多误会。你不能随便去一个人的家。Why？ 可是我说我要事先讲啊，要先讲，可是要讲得很清楚，是因为如果跟这个人有父母的话，就是不能去，要提早讲。因为巴西的父母是非常尊重，如果客人到家里，一定要准备吃的跟喝的。哦，一定要准备。我如果今天在家里，妈妈在这边，然后比如说阿龙过来，突然过来临时敲门，哎，我又来了。我妈妈听到，她就会非常的紧张。但是五元，你在等我消息，会以为说出事了，出事了才有这么临时来通知。不会啊，啊，这样，你说啊，阿龙，哎，伯母伯母伯母，田五羊出事了，是吗？这就当然会出大事啊！突然间，对啊，就是不能临时去，要给他时间准备。台湾也一样啊，爸爸妈妈就想要礼数要有嘛，要有礼貌，要准备东西给朋友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然后再加上一个。这边我没有带来的另外一个首饰，是因为跟妈妈有相关的，因为我妈妈也是希腊人。希腊，对，那希腊有另外一个首饰，是随便讲一下，就是这个。Stop， 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对不对？Stop， 先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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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我妈妈就遇到这个状况，就是我一次我带我朋友去我家，然后妈妈就准备东西给她吃，但是这样子对我妈啊，就是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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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这样不行啊。对希腊人你做这个不行，这个代表就是我如果是这样子对你的话，然后你是希腊人，他会以为我是要把屎，就是拉屎摔在他的脸上。哦，拉屎贴了脸。对，因为贴金啊。哎，那个举举举举，嘣嘣嘣，举举举举，嘣嘣嘣，举举举举，贝贝贝。啊，不对，涂的满脸屎啦。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跟历史有相关的，是很久以前，就是在希腊那边，你如果坐牢的话 ，prisoner， 你是会在路上一直被带着走吧？囚犯，大家会旁边的人就有权利丢你挖屎，挖在你唾弃。所以这个在希腊是非常有没有礼貌。不能这样。听说在土耳其也是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土耳其跟希腊很像，哦，没关系，一样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听听看他们其他人不能去人家家里，到底你是不是上了？来，贺少侠，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哎，我听说你很喜欢这个东西，哪一个？就是这样子。没有哦，哦 ，new face， n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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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ce， 好。但是仙哥，如果你到德国，你小心不要随便跳这个舞，这个不好。我们手势不多，可是这个就是，你疯了吗？这个哦，你那个表情是要这样，哦，要配合表情吗？哪里常常看到，就是在比方说开车的时候，比方有人抢你的位置，那你可能在车里面你没办法跟那个人讲话，对，所以你只能。那他就知道。Are you crazy？ 对 ，Are you crazy？ 对，没错。像我妈妈也常常对我做这个手势。哦。哎，我是一个很不孝顺的小孩，所以我可能我妈妈晚上下班的时候回到家，我就是在打电动，然后她开我房间门，少侠，哎，你今天还好吗？要不要跟我讨论聊一下？不要烦我了，我在打电动。你是好，你小心，你先哦，有没有看那个表情就是你哦，这叫你疯了，是这个意思。要搭配表情，这还蛮管用的，因为德国人的保守，因为他不会太突兀的，不会像这种什么啊 kiss 什么啊，像比中指我们也有，可是中指是太有点太过度，比较少看，一般很少看，中指好像都通用哦，对，全世界台湾也是，对通用。好，再来，第二个应该每一个人都看过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的肩膀有点不舒服，没有，其实我是德国人，我怕其他的德国人看到我再也回不了家。这么严重，真的很严重。哪一个？没关系，我就这么一次比一下，好，不能乱比的。纳粹了，对，纳粹，你们都纳粹的重要。有一个无聊的笑话，就是希特勒的老婆多高？差不多这么高，比那高。在德国真的没办法随便做哦，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是被禁止的，是非法的。是。那之前有一个，我有一个不熟的美国朋友，然后他。到德国，他当交换学生，然后看到其他的德国人他们在酒吧见面，那他美国人就是觉得很好笑，他们爱讽刺德国人那种历史的东西。他一进来，哎，然后他说两个字，我可以翻译吗？可以啊。好，他就说希特勒万岁，还有这个德文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笑，酒吧里面的德国人非
常的生气，然后他的朋友也在那边很尴尬，你在干嘛？你就是对其他人过来。其实他们是法律明令禁止，对，禁止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会变成世界的敌人呐、啊。对，所以他们也觉得说，哎呀，这是过去的一个伤口，不要再提他。所以我有朋友在德国上班呢，他们经常迟到，搭不到公车，因为他不敢拦车，车来了，先不要，先你。举起来！用过去拦车子啦，用脚，手举高一点。用美国这一招还可以，这样，安全啦。所以你这个是实在，没关系，这过去的事了啊。对，这个好，第三个，好，这样。哎，来，手指要朝下，这个有一点污蔑的意思。手下败将，好像其实大部分手掌朝下都是不太好的哈。对啊，没有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一定要像我们有这种经验。Good dog。Oh yeah， 可以唱吗？我觉得有一点像，真的吗？我告诉你们哈，我觉得好，我讲一个故事哈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还不会讲中文，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当时的女友去邮局，然后她在那边排队，然后我坐在椅子上，就是大概5公尺的距离，我坐在那边乖乖的坐在那边，那她突然转身，然后对我讲，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我就不理她。然后继续坐在那边，然后他这样子弄到你的点，来呀，然后就是来呀，我就站起来，坐下来，什么？在德国这个就是坐下来的意思。我都坐在这边，你为什么要叫我坐下来？很奇怪。坐，你要过来。我说啊，过来，在德国过来是过来是这样摇起来。第四个不是手势，是禁止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台湾人就是。习惯在生日前面就是已经祝你生日快乐。对，像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的生日是某一个礼拜天，但是礼拜五同学已经跟我说啊，少侠呢生日快乐哦。好，我就说不可以，很奇怪，你为什么现在都祝了生日快乐？提前了。对，我礼拜天才有生日，你可以礼拜一跟我讲啊。那他就是过后可以。好啰嗦哦。礼拜一就已经过了，为什么还要祝福你？德国人的想法就是，我只是一种诅咒，还没发生的事情不要祝福你，发生之后才可以祝福。你们不能提前，对，不能提前。台湾都提前了，因为大家有时间就来嘛。对呀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什么案子工作什么，也不能说恭喜你，不能恭喜。哦，这个还 OK， 恭喜发财，还没发财不能恭喜发财。啊，发财后才恭喜发财。祝你身体健康也不行，还没有健康。对，好莫名其妙哦，好莫名其妙。然后去医院看他，祝你早日康复。不行，还没有，不行。所以有没有看到德国的那他们就是怪严谨，然后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脉络，他们做事的脉络跟大家都不太。来，土耳其你有看过吗？来。我觉得很多人会猜的对，那我先问他们说，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拍照，或者是收集看画面，可以猜深一点吗？深一点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在诅咒你进棺材。是吗？这是在土耳其啊，对，代表女性。意大利味是啊，对，我刚刚面的意思，你们是长得方形的，这不是重点吗？我跨过嘞，喂，这真的假的？因为没有啊，但是你这是深深的，深深的。侯门深似海就对了。下面对，只要是有一个框框出来就不行吗？要斜的还是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说我要拍照。突然要这样子，就是不好的意思。不好的。你不能没来由的突然这样。所以土耳其那有一些导演到土耳其去取景，对啊，在外面。来啊！来！喂！报警了！先不要了！我在给你跑了。被打死在土耳其，很多土耳其人看这样子会觉得害羞。
哦，害羞。所以我有个故事，我是那个小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然后我在家里有时候那个逼给妈妈说我要帮她拍照，就说这样子。然后我妈妈突然变生气说，哎，这是我跟谁说的？谁教我的？谁教你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学坏，学坏。对呀。哦啊，你有跟他讲是爸爸教你的吗？好好好，看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。这个是 OK。OK。只要你 OK。OK 啊。希望是 OK 的意思，但不是。这是在土耳其代表 gay 的意思。gay。哦，真的？为什么？我们穿那个男童那个训练的位，我们说 top， 对，这不是你们说的，这是英文吗 ？T O P， 不是 top 是土耳其字，哦，等于说球，因为球是圆圆的，哦，软软的，软软，圆圆，哈哈哈哈哈，所以圆圆软软的，没有，这个不是一个 hole， 这是一个 ball， 一个 top， 球，对，圆圆软软，球的样子，对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就看 gay 就做这样子，我还是看不懂。对啊，为什么是圆圆软软？这个跟圆圆的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们在土耳其男生比较那个非常男生，很 man， 哦，非常 man， 对啊，但是 gay 的话是这样子，有一点那个比较圆，哦，比较圆润，比较圆润，是木实一点，对对对对，软软的圆圆，比较柔软，对，这样子。对，啊，泼水这泰国也有啊，泼水节，泼水节啊，祝你好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泼水是很好的意思，对，也是好的，跟泰国一样。这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祝福的意思，祝福，祝你一路顺风的意思，哦，一路顺风，对啊，就是跟那个海浪一样，啊，海浪，海浪，啊。我有个故事，我的一个台湾人，嗯，对，之前在土耳其被那个土耳其民宿被泼水了，泼水，被泼水，然后他以为老板想要让他离开，赶快离开，对，炒鱿鱼，但是他就知道了，这是那个祝福的意思，水流做得很快啊，哦，水流得很快，嗯，对，这个的意思哦，哦，是这样啊，嗯，我们来看看加拿大怎么说，第一个这个。这个好怪啊，这个应该是 C。其实这个我也要教你们一点点的街头知识嘛，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个是跟帮派有关系的，因为其实很多台湾人也会搞混很多这种东西，喜欢模仿一些音乐看到的东西，比方说连很多人也会说黑鬼的那个字英文就觉得好笑嘛，那其实一样的问题也可以发生跟这种。这个在美国也有比上，这个代表看不起你的意思，应该没有鄙视，这是美国加拿大其中一个很大很大帮派的手势，然后你做这个手势代表你是这个帮派的成员之一，哦，如果你不是这个帮派的成员，你敢做这个，他们就有资格就去打你杀你，要做什么，他们真的是很严重的东西，除非你真的是那个帮派，对对对，这个是 C 就是 Crips， 然后也有一个 B， 也是有一点像这个，但是你的手指头要放进去，这个是 blood， 然后是 B 跟 C， 也有很多其他的，就比方说这是 West Side， 就是西安，做那个 W 是西安 West Side， 有 East 就是，但是这是比较没那么危险，但这个 C 跟 B 是很危险的，像那种危险办的那种饶舌比赛，在加拿大也有在办，然后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比较书呆子的那种，但他的对手真的是一个这个帮派的，那他觉得很好笑，他觉得他可以去刁他，然后就模仿他穿他的颜色，然后做这个手势，结果都真的是差不多就动手动脚的那种状况，所以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，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，对对对，加拿大的黑帮就对了，不要乱模仿你在 MV 看到的一些手势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对对对。然后也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我先做好。哦，这一看就是不好的东西。挑衅啊！对，意大利是我无所谓的意思。在巴西也不，巴西不是这样子。巴西这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代表我不相信你这样的话。对，怀疑，怀疑，怀疑。对，其实很多人，你都要怀疑。你跟人家讲话吵架，然后就他们就可能有点这个意思。
可能比较没那么明显，不是直接对你呵，这样就是很明显很挑衅，就有点想比中指的感觉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对对对对，像我以前踢足球的时候，就跟那个裁判有点，就是我先撞到一个人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这个不对吗？要给他们球嘛。然后我就是啊，就是有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走开了，然后但是就是有点这样子，知道吗？他都完全。然后就说红牌，这么严重啊？就是你们红牌，那出去很严重哦。其实这个比较老前辈比较会介意的，我跟你就是年轻人就直接比个中指吧。这个比较少在做，但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尤其是对前辈做的。老一辈的人比较在意，对，他们会比较介意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就有对有点想比中指的意思，这个等于这样在加拿大，因为其实在很多国家都不一样，甚至听说在美国就是我要杀你的意思，哎呦，就更严重，对对对，杀了你这样，对对对，那下巴都不能痒。如果说他抓痒是用这样抓，没有很多人都是对啊，用中指抓，所以一样 OK 了嘛，抓鼻子啊，就抓的时候往内抓，对对对，哦，都一样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也是不好的，对对对，啊，你都没有带来好一点。对啊，祝福，祝福，保护。好，这个有一点，这个可以帮你。如果你去加拿大，然后你要找工作，OK， 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注意，跟台湾也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因为在台湾，除了你的就是你的资料以外，你还会放什么东西？照片，你一定会放你的照片。对，这一定要。你千万不可以放你的照片。啊，可以，因为在加拿大的法律，我们非常注重平等，然后就是要避免歧视。那你放你的照片，第一个我们看得到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也看得到你的肤色，长得好不好看，人种，对对对，或者我 outlook。对对，其实不是好看不好看，比较就是跟性别有关，性别对跟种族有关的。哦 ，your color。对对对，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是从西班牙来的，他们好像也是这样做的。啊，那他其实他的资历，然后他的头脑也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，然后一直在找工作，然后有一天他就来跟我们讲，不知道为什么在加拿大那么难找工作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我们就说。那我们就好，我们就先去看你的履历表。居然他真的就是在放他的照片。那就把照片拿掉，他一个礼拜之内就找得到工作。因为他不会直接，他们一看到没听过就把他丢掉。因为老板也不想要被嫌疑，他是就是按照你的外貌去挑人。Judge a man by his cover。没错。有点以貌取人。对对对。哎呀。对，因为这样老板就可以就是被罚钱，或者是对，更严重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在加拿大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嘛。其实手势比较没那么多了。那我很好奇，加拿大怎么应征模特儿工作？才对。哎，经常应征到如花。超运气的。没有没有，但 model 这种东西哦，它就是要 outlook， 所以它就一定要。对，其实要你的 video。对对对，因为不是有关好看不好看，那个没有办法说你在歧视一个人，就说你很丑这样，那不是那种歧视嘛，就是有关于年纪、性别、种族跟宗教。哦，了解，看你的能力。厉害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都没看过？巴拉圭你去过吗？来，我们听听巴拉圭的。你们在这个是什么？我知道，就是很多的意思。整个这个超多的。我想这个我知道，因为在韩国这个叫做小爱心，小爱心，小爱心。那这个叫做满满的爱，满满的爱，对，好多爱心，很多爱哦，对不对？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在巴拉圭你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动作会很重要。是要这样，要这样动吗？要这样动？这样子动，哦，要动，要开合，开合。台湾就没了，没了的。该不会这个也是某一种器官吧？这里心脏，心脏会这样？心脏啊，进。这个动作的外表就是，你的屁股会流汗。你的屁股会流汗？流汗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这个屁股会流汗？就是跟。那个这么特殊的东西还有动作，你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做一个坏事，然后你知道，然后你跟他说，哎，我会跟你妈妈说，这个你完了，紧张了，对啊，对啊，紧张了，屁滚尿流，就是我跟他说，我一天
很可怕。你完蛋了，对啊对啊，你惨了，对啊对啊。强哥，你屁股快流汗了。我可以来补充一下，这个应该不是流汗的意思，就是那个肛门的那个动作，那个因为像我收缩，对我害怕的时候都会想要拉肚子。缩肛，但是那这个像巴拉圭跟意大利都一样，非常严重。你知道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，因为台湾说没有了，没了没有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超市意大利买酒，然后他们有点鸡同鸭讲，因为那朋友不会讲意大利文，那个老板娘跟他说我们就没有了，他就说没有啦 ，no more。他不确定，确定就说 no no no， 他那个没有。他们这样子鸡同鸭讲来往来去，大概十分钟，然后呢，那个老板娘不爽，他就叫那个经理，就他说他以为买酒嘛，可能就是卖多吸毒喝酒，他怕这个人有问题，所以他说。他就威胁我，我跟他说没有酒，他为什么说你啊？你害怕是不是？哦，因为如果我对你这样的意思是说你敢，你再说一次，敢不会开始害怕？哦，你的肛门有没有开始动作了？这是在威胁对方，对，威胁我让你。吓到屁滚尿的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破约机。我有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上定吃饭然后我问老板你有没有早饭，他说没了然后他逼这个然后好奇怪，为什么大家对我这样子？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？你对他比两只的嘛？没有。比你更厉害，因为双缸47、48气门的，不是不是，我不认识你，然后我做这个就是我们要打架，哦，那么严重，所以我挑衅啊，挑衅啊，威胁挑衅，让你吓得屁滚尿流。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说那个意思，就是在台湾是什么？哦，哎，是我上到台湾也有这个动作，那么放屁了，所以也是那个动作，屁啦，废话，屁啦，对啊。第二个动作是。这样这全世界都一样了吧 ？Loser， 对啊，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 ？Loser 啊，好烂啊！不是不是，这个是那个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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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那是在台湾比较有名啊，台湾有一点下台的意思啊。你们不觉得这个动作跟有奖一样吗？有奖有奖有奖有枪吗？对啊，哦，有加油有枪，帮我加油啊！加油了，对啊，这个意思在班来维也是不好，但是另外一个是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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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嘿，太阳在天空发出微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加油吗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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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哦，啊，但这个在香港就不是坏事啦。哎，维达拉马来呀，加水，加水，茶壶。加不对样，嘎通，也是。有一次，我的朋友用机车载我，然后因为我关心他，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加油，然后我做这个啊，加油。他又非常生气，开始骂我哦，而且他也是女生，他觉得我以为他记得很不好，你把他拖到草丛。那你下次就说加油啊！没有，真的。这是宝物。哦，加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跟他说没有，在巴拉圭这个是加油的意思。哦，然后他油枪。好的，没关系。OK 啊，谢谢 Miguel 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嘿，我们的人家说啊，出门。要看天气，对，进门要看脸色，对，没错。你去到人家的国家，人家有什么规则，要注意，我们就依照他们守规矩嘛。有些容易混淆，我们要练习一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要去到不一样的地方，搞错了一个地方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有这个，哎，我有这个，我有这个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 ，OK， 耶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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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